梁静，上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。上车吧。 你朋友借你这个车多久啊？这个车很耗油吧？你平时自己开的话，都得自己花油费。哎，你爸爸现在生病了，处处都得用钱，你得节约一点。什么？你爸爸不是要动手术吗？医药费筹到了吗？还差多少？10万？15万？ 不会吧，还差30万？你一个大男人一点存款都没有。我的事情就不用管了，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。你爸爸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我不需要别人打探我的隐私。我们怎么是别人呢？我们是朋友啊。 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走吧。走吧。酱油。行。这是料酒。料酒。 酱油。 哇，真是名不虚传，色香味俱全。哎，慢着，先别急着吃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课还没上完呢，去拿笔记本。 笔记本来啦，老师请讲。这道呢，要注意火候；这道呢，要注意它们的搭配。所以说呢，做菜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哎！童总，车给您准备好了，您看一下。 钥匙。您稍等我一下。 这个车门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使，如果您下次实在打不开的话，您就从副驾驶上来。唐总，这辆车是给谁开啊？来，放到我车上。好的。 哎，对了，这个叫陆毅的异国恋情很有意思啊，我想让他来上一期婚姻班主任。上婚姻班主任？对啊，让他来谈谈这段浪漫的爱情。哎，你也知道，最近这段时间都是些什么家长里短、吵架的主题，没一点新意。
点击率也平平。现在陆毅的人气很高，如果让陆毅和他太太一起上节目，点击率啊肯定高。那我去问问他。